许。Adobe 哈，然后就选这个 Flash， 然后就选色，就什么稍后注册还是什么，不要选注册的。好，然后就把软体打开来哈。开3.0那个，开了之后看到这个画面，就点3.0那个。然后也是一样，就移这个，你就是移工具列，移到你是自己喜欢的位置。老师喜欢把那个时间轴移到最上面。然后旁边那种很碍眼的，就可以把它自己这样拉出来。自己拉出来，有没有？然后觉得有些不重要，可以先关起来。你就打叉，像老师打叉就关起来。有些不重要就关起来。属性很重要，还有这调色盘很重要，元件库也很重要，工具列很重要。你就把它拉到你习惯的位置。编辑移动器不重要，把它打叉。然后如果你有随身碟的话，就可以到时候可以存在随身碟里，然后也是一样去属性的地方改那个尺寸哈，跟上次一样，先把尺寸改好，属性。属性的这个什么文件属性，文件属性，编辑文件属性。20×20，选公分哈。这跟上次步骤一模一样。好，按确定哈。等于是上次步骤要重复一遍。你以后打开就做这个动作，做久就习惯了。然后把尺规叫出来 ，Ctrl Shift 加 Auto 按 R， 把尺规叫出来，然后拉那个标准线拉下来。然后你再复习一下上次教的那个矩形用具，好，再复习一下，等一下再教新的。哎，我的用具列跑去哪里？我在这里。他躲到后面。你就把上次教的那个矩形工具再练习一下。啊，等一下再教新的，你先复习一遍，玩熟练一点。电脑它的软体就是你玩，就是没有什么别，就是你玩的越熟练，你对它越了解。然后每次开机都重复老师这个步骤，你久了你就不用我提醒你，你就知道。用小画家画。千万不要的，小画家真的，小画家是给那个小朋友画的。这时间轴怎么弄的？时间轴，你如果找不到的话，你就去试穿有没有？找时间轴，把它叫出来。如果你喜欢快捷键的话，你可以记快捷键，就是 Ctrl Alt 加 T， 就是快捷键。界面记得你，界面就是，如果你喜欢快捷键，它旁边就会帮你写。
如果你没办法的话，你就是这样用看着把它叫出来。老师，我这边是不是我念错？那为什么会有新的念错？你把它打叉，就是你没看过都把它打叉，就对。有吗？我这边也有出现，我就把它打叉。好，你自己玩一下这个，我再玩一次给你看，就矩形工具有没有？你可以选椭圆形啊，或者这个，看你要哪一个，然后自己选外框颜色哦，或是里面的内框颜色，自己先玩一玩。今天等一下来教画直线工具，今天来等一下教线段工具。你先玩矩形工具，玩一玩，等一下我教这个它旁边的线段工具。这教室有蚊子啊，就这样了。蚊子飞进。好，教你现在再学个新的，教那个教里面的格线 ，Ctrl 哈按着不放，然后你们看到键盘有个 Enter 键。Enter 键的左边有个写个什么中文字那个号码的号，把它按下去会出现格线。你们看我的萤幕出现格线，把这个叫出来，格线的。Ctrl 加那个键盘上有个写号码的号，在 Enter 的旁边，你就按那个号码的号。因为你要教线段工具啊，所以把格线教出来。目前有没有人有问题的，就举手，我再过去。我觉得我们问题很大。什么问题？我找不到程式，因为我们厂都还没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怎么弄出来的？我讲一下，如果你真的忘记快捷键，你就直接去检视这边有吗？有看我的荧幕，就是档案的旁边有个检视有吗？有没有看到尺规？就那快捷键，然后看到隔线，你就选显示隔线的。你如果会忘记的话，你就只能这样子记这个地方在哪。
确认对吧？对啊。然后我现在要教你们那个线段工具哈。为什么要叫出来？假设我今天要画个尺寸的东西哈，我就用这个尺，有那个什么隔线哈。等我一下，我要放大一点。好，这样放大看。然后你要画的时候，你就是按住 Shift， 键盘有 Shift 可以画直线啊。我选明显一点的颜色。好，然后直线也可以画。有啊，拉线这样练习拉线，这个跟已拉的拉线很像的，但它更活哟。你可以自己拉线，然后我拉完线之后，我想说，老师，我万一这个地方要弧线怎么办？我就选工具，选取工具的。你要记得，你只要变化的话，一定要回来这个选取工具，然后就可以变化，靠近它的时候会变弧形，你就可以拉弧形。就可以变化更多的东西，这就是线段工具。然后你要它变粗的话，你就是选它，看你要变多粗的。然后这也是一样，可以变虚线哈，或锯齿状。你可以改变它的颜色，看你自己的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有的话，你试试看这个线段工具。讲一下，如果你有开我这个隔线的话，我画线段工具的话，我可以移这个箭头，它会帮我锁定格子，有没有看到？它会出现一个透明的，帮我锁定格子。好，假设我今天没有那个隔线的话，它就不会帮我锁定格子。你看我现在没有那个隔线嘛，它就找不到那个格子在哪里，所以要隔线要调出来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这个格子要怎么放大？你就要用放大镜啊，这边有个收放工具，或是你按 Ctrl 加，键盘有个是加，有个是减，在 Delete 的旁边。你如果真的找不到键盘，你就是用这个收放工具。如果你再找不到的话，你就只能去检视这边了，去选它这样。有吗？你真的是老师，我真的快捷键我也记不起来，用具我也不会用，那你就去检视这个地方去找它的，你就只能这样一步一步这样。怎么可能不见呢？你在网上看书有这个东西，这个不可能不见。这个不见通常都是电脑宕机的时候，连滑鼠都动不了的时候。词汇要怎么控？你说把它叫出来是什么？对，这边啊，检视这边有个词汇。然后你要拉线的话，你就去选取那个
选取工具，选这个，选取工具就可以拉磁龟。磁龟是 Ctrl 加 Auto 跟 Shift 一起同时按。对，你不要记，你就直接到检视这边，把磁龟叫出来。有看到吗？检视中有个磁龟。有啊，可是点进去它出不来耶。它有打勾吗？打勾代表出来了。有啊，可是我找不到。在这里啊。所以我要怎么拉下？工具啊。你的手是他，你要指挥他。你现在是他的大脑，你要指挥他，告诉他你要去哪里，你要去哪里。这个是啊。有啊，他出来了。这一条就是线啊。你说什么？这个磁轨怎么放下来？不行，它就是在这里。之前不有一个在这边吗？没有啊，你看我上面是什么？这叫时间轴。我加入一个时间轴，你去试窗，把时间轴交给我，然后把它移动，抓住它的摇晃。不是。抓住它，然后移动到上面。可以啊。可是这个尖尖有很多东西。你就把它抓出来。就是这里，它在哪就抓出来。你去多动它，你不要怕，你就多动它。用到电脑当机位。Yeah.
曲风。靠近它，它会变得这个。好，接下来教你们进阶一点点的东西，仔细看，对。好，我先把齿规，我先把这个隔线删掉。如果你不会的话，你就去检视这边嘛，把隔线这个打勾，按一下它就消失了，哎，好，它就消失了。好，今天等一下教元件库的概念，你会发现很好玩。你先把元件库叫出来，我这边已经叫出来。如果你叫不出来的话，你就去视窗有没有选元件库，有没有看到？快捷键就是 Ctrl 加 L 啊。如果你要删掉这个之前的话，你就选选取工具啊，然后可以把整个这样子选，然后按 Delete， 它就拜拜了。对，然后现在叫我们元件库。我先画一个东西，比如我今天画一个圆形，好啊，等我一下，里面用黄，用橘色。好，我说画一个圆形哈，然后把它整个这样子圈选，用选取工具哈，然后把它这样整个拉到元件库里面。我看到我在拉。拉到元件库这边出现一个加号，箭头会变白色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它就进去了，它会出现这个。好，你可以打你喜欢的名字哈，然后这个你就给它选成图像，有看到？你可以拍照拍一下，或是手机录一下。不要选影片片段哦，你选图像。好，然后按确定哈，这些都不要动它，你只要负责打。上面的名字跟选图像就好了，好，然后按确定，好，它就会出现在里面哈。然后这元件库有什么用呢？就是它可以，它变成它的那个无限繁殖，有没有？今天我要第二个，我就从这边拉出来哈，有看到？无限繁殖，有没有？然后仔细看呢，我拉了很多它的无限繁殖。然后我万一想说，我今天我要把它去一起变小，怎么变？你不用，你一个方法是全部这样子，但是太慢了，你就直接点进去，你在你的这个地方，这个叫场景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叫场景，你就场景点两下，它会变成这样子。好，它会变到原，因为它这边出现场景，再看一次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叫场景哈，有看到在写中文字哈。然后你再一起点两下哈，变圆键有没有？你就选这个，旁边不会受影响。你要把它变小，你就选这个自由变形工具。它只要一变小，其实它会跟着它走。有没有看到？这无限繁殖的。然后你再按两下，它又变回场景了。我再一次哈，我要变大哦。现在在场景里面。我选其中一个，按两下，它就变到元件里面。然后我动它哈，等一下，会变成这样代表它的框线我没选到，所以我再选一次。好，可以变它，我变颜色也可以哈，它会跟着它变。好，等于说你只要让它变成元件，它就可以无限繁殖哈。然后你动它一个，其他会跟着动。你试试看这个，把一个物体变元件，然后让它无限繁殖。好，先把元件库叫出来。
好，有没有问题？老师，你刚刚场景那个我没听到，场景怎么说的？没有，就是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叫场景。那个要怎么变出来？那不用变，它就在这里了。对，然后我只是把元件库叫出来，你去视窗把元件库叫出来。然后元件库叫出来之后，它会出现在这里。如果它没出现在这里，你去你旁边找找看，它在哪个地方呢？然后我刚刚是画了一个物体之后，我把它直接拉到这个元件里面，它就出现在里面了。你元件库先叫出来，然后先画一个东西，随便画，然后把它这样拉到里面。就这样拉，用力的拉了，它拉到里面，好，它就会出现这个，你就可以打你的名字，然后这边选图像哈，按确定，然后就可以无限繁殖了，就你要几个就几个，然后这边视窗有个这边工具有个自由变形工具，你可以选这个，你可以任意变换它的大小了。如果你要这样子，你就这样直接这样，它每个大小都可以自由变化，所以很好玩。你也可以旋转，有没有？我今天它旋转，我就旋转。好，好，试试看那个元件库。有没有看我这样重叠，它就有立体感，那应该算是空间感，很好玩。然后你第一个叫，假设我看我叫出来第一个，我再叫第二个的话，它一定会在它的后面，对，在它的前面啊。有没有看到？就我这第一个叫的，然后第二个一定会在它的前面哈。有看到？你可以就变毛毛虫了，圆的就圆的工具就好了。老师，我都通通都缝了，连格子的都缝了，现在先涂头，血我都还搞不清楚。先没有啊，你先画一个，你按它就画圆的，对，上这个，按着不要放，按着不要放，不是，按着不要放。我手没放，所以我就可以选。哦。你只要有看到有个小黑顶、小豆顶的嘛，它就是教你按着不要放。哦。那我这边也画了那个。那我刚不是叫你教你？
前见过，你叫出来，然后我看他在他在这。我说也是用选举，这都很常用到这几个段，然后就把他抓起。所以你现在这地方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什么？远景。然后就这样。你这个地方，你这个，你如果真的没画，你这个地方一定要先手，这叫攻。然后这叫黄。那换色就是这边有变化。但因为现在我家变原件了，我要去原件，我就点两圈。你看这个点位灯，我看它变了，然后它就可以换了。然后我要回来，我在旁边再，然后变成，你看它这叫什么？然后再点两圈，对，这也是。就你的前提先不要管什么死掉，你先锁定工具这一点，工具列是你的吃饭的用。它不能换色是因为你没有去原件，对啊，这样原件才能换色。对，因为它现在变原件。原件应该大家都没问题，因为真的很好玩呐、啊。然后现在介绍图层哈，来仔细看我的时间轴这边，这是写图层一有没有看到？因为你现在就在图层一，就等于你在盖房子。现在我们房子要越盖越高，我现在是一楼盖好了。如果你要改变它的名字，你就按两下。有没有看？你可以改名字，我就打一楼好了。你看喜欢打什么，我就打一就是一楼，就点两下可以改名字啊。然后现在我要盖二楼啊，二楼就是从这边，你们看到这边有个新增图层啊，按一下它就出来，有没有在上面就盖楼，我就取名二楼啊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因为有时候画很多的时候就需要盖楼啊。好，再来一次，我看到图层一哈，图层一就是这个，你看我一按它就全部被我选中。我要盖楼嘛，我就这边就是新增图层啊。我不要的话怎么办？我就是把它这样，下面有个垃圾桶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就把它拉下来，它就拜拜了。有没有？它就拜拜了啊。然后我要再盖一层，再按一下嘛，再改这一组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我可以做重叠画面，就是我一楼盖好了，我不要动到它，我这边有个大锁，你们看到这边有个大锁，锁起来我就没办法动到它了。然后我不要看到它的话，我这边有个眼睛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眼睛？我这边打了个叉，它就不见了。它不是真的不见，它只是暂时不见，有没有？啊，一个是大锁，一个是眼睛啊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叫线框。你按一下就变成这样，我看到只看到线，有看到吗？是不是看到线？对。所以万一哪一天你说老师，我的图怎么只剩下线，就是因为你不小心按到这个了。啊，万一哪天说老师为什么我的图不动，是因为你把它锁起来。啊，哪天说老师为什么我的图消失了，是因为你按到这个了，所以它不见了，其实它还在哈。啊，然后我就可以盖第二楼，二楼我就可以再自己画图。如果它会妨碍我，我就可能按线条，我就自己再画一个，有没有？我今天要画个多边形好了，有没有？然后改一下颜色好了。好，这边也可以改颜色，知道吗？这边可以改颜色，我改一个这个，可以多边黑色。好，这样。然后可以把它变，也可以变成原件，好，这样进来。然后刚才我就可以盖两层楼，把那个交出来嘛，它就不会影响到下面我这个图。
我就可以要他哪去哪就去哪，边大边小都可以。好，你试试看盖楼有没有？盖两层，先盖两层楼就好。这样我画画就会很丰富，因为我盖楼越高，我的图就越多，但是也不要盖太高啊，最多不要盖超过十层，十层就很高了。休息五分钟，让眼睛休息。
像那个。啊，没出现的。有吗？所以那个概念就是你要会联想，他在哪里，我要干嘛，然后慢慢的去。老师。好，然后我再教。好，我先教下一个哈，也不是新的，只是让你们知道它功能可以这样子。好，我先把这个先看不到呗，先看不到呗。好，老师不是删掉，我是把眼睛关掉，然后我再教一个图层出来，新增图层啊。然后图层这个我叫它删了。我可以把它变到下面去，我就拉着它不要动，我拉到下面去，因为等下我拉它做背景。好，前面这两个等于是我的主建物，对。然后我现在要做我的背景，背景就是刚刚讲的，我要把我的那个隔线叫出来哈。如果你不会，你就去检视那边隔线，我看到显示隔线哈，叫出来。然后我就用这个画那个格子给它，线段工具啊，画一下。我按 Shift 不放哦，我没按 Shift 的话会画起来会歪的，我按 Shift 它会画直线啊。画格子给它，因为我要填颜色哈，我先画，你看，顺着它这样画。你画出这个范围都没关系，因为现在是练习，有没有？然后这样，我就这样画，我看很简单，画那个格子很简单，啊，这边再画几条，好，然后我就自己看我画有大有小，好，然后画完之后，因为我旁边都是空的，但我里面有实心的东西，有没有？我就可以填颜色了哈，我画完哦。然后看我选什么，直线这边下面有个油漆桶工具哈，你就选它，它可以填颜色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填颜色，然后我今天不要这个颜色，我就换另外一个颜色。然后这边不能填，为什么？你看这边没办法填颜色，因为这边是空心的，虽然没办法填颜色，然后这边都是我画的实心的，所以它让我填颜色。
哇，我这边想填颜色怎么办？我就是在选线段工具哦，把这个变成实心的，就是你盖了，你用墙把它挡起来啊。好，我这边画一条线，我就可以填颜色了。它只在密闭空间可以填颜色，有看到？然后这边又没画，你看这边没画，没办法填颜色。然后里面有，里面是密闭空间，它可以填颜色。好，有看到它可以这样子，然后这就变成我的那个背景哈，它就变我的背景，也有点花的，你看，要有美感，等我一下，因为老师对美感很要求。变毛毛虫了，变那个蜂蛹好了，那我把这变成黄色，它就变蜂蛹，蜜蜂的那个小朋友那样，好，有没有可以换颜色，像蜂蛹一样的？所以你在画的时候，你也稍微有点构思在里面。他就是蜜蜂小朋友，有吗？蜜蜂小朋友，啊，然后如果这个太乱了，绿色太多，我就把它消掉一点，有没有？好，就很可爱的蜜蜂小朋友，啊，这样 OK 哈，你就试着底图是什么？今天作业很简单，就是底图帮我画一个这个。底图帮我画一个这种有格线的填颜色，然后上面就是你自己发挥啊，你自己发挥要画什么图案啊，然后最后就是存一下再来一次，因为有些同学第一次来，你画完之后，假设这就是我画完的，我就是一样，档案仔细看，档案选绘出啊，跟上次一样，绘出影像啊。好，然后这边选什么 ？JPG 哈，你存在桌面对 ，JPG 有看到倒数第三个 JPG 哈，然后这边打你的什么中，你的中文名字哈，假设我中文名字是123哈，我就打123，然后按什么存档，跟上次一样，然后这边是什么？这边设300，啊，记可以记起来，然后这边选什么？完整文件大小哈，然后这边品质帮我设100，好，这四个步骤，好，这边帮我打勾，好，再一次，这边设300，上面都不要动，300完整影像哈，然后这边100，然后打勾，然后按确定，它就存档了，好，那可以，你就可以在桌面上看到你今天的那个画的，有吗？然后就帮我把这丢到那个什么华云系统，今天的这个11090918哈，你就是丢存你的名字哈。我今天弄了一个这个，然后你上次没有缴的，你就有空再画再缴。上次那个更简单，上次是画什么？我看一下，上次就画一个什么动物还是什么，有没有很简单的？超简单的，然后今天就是稍微加了一个图层，让你画的比较有点空间感啊，这样 OK 哈，那你就试着画画看，然后把它变成今天的作业，对，记住底层就是像我练习做格子状啊，这是最简单的，然后上面看你要画什么东西，好，用那种图层的概念，我再让你看一下，这是图层的概念哦。所以才可以画成这样，然后再加格线的概念，好，试试看呢。万一你这个没办法动，就是你可能把它锁起来，你就稍微检查一下，你是不是把它涂层锁起来。好，然后画好就存到那个华云上面。
好，你要记得这个很重Okay.
开一个新的浮层砖，就是画格子这个，怎么弄出来？先画底层。对对对。那你先把这个先看过吧。那图我现在出来。哦，然后我这个不知道怎么办。这个就是用这个全曲工具，非常好看。但只是固定位置。然后接下来你要去画。没有，你要画我刚才讲的那个线条，这是第一层，你要画第二层，脸。线条。所以要才有脸。而且那个很简单。你的时间轴怎么又不见？轴都被你们关掉，你这个不要再关了。就我帮你叫出东西，你不要再关。哎，时间轴自己叫出来。我刚说这个就是这四窗吗？四窗里面有时间的，对，然后他都说了，那我这个是浮层，我刚不说要盖了，这要干嘛？你刚说时间走出来，然后怎样？我没听到。时间走出来什么？他说浮层，他这个地方不叫浮层，我说要盖的盖高了，所以我要干嘛？二楼就是我要画的那个，是，之后把它跟它锁起来，用我二楼。那我现在就可以去画。哦，按锁，它就会锁起来。对，就会很简单。那我先。按两下一下。一下。那我现在就我开始画我刚才的鼻子。那我现在要怎么画？我刚才说要怎么画？隔线。对，然后还有什么？线段。然后你现在去画，然后去填，它就是一个第二层。然后等下第二层画完之后，再把第一层开，它是不是就可以？哦。
然后你刚刚输出是因为，我不说会输要会输什么，下，然后要选什么，我这边说要选，对，那你说没有选，然后这边才偏偏，因为刚刚没有选，就要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东西。是的话。不起来，这边因为它不是封闭的。哦。你要封闭的话，就是在选一个线头，然后就从这里画。这样子吗？那你要知道，它这边也好。怎么画？啊，它是要帮忙。那我没有变颜色。因为你还没有。好，就是，已经是变色。好，你作业交交完之后，你就可以上网了，对。因为今天就练到这边，然后交作业，你就可以开心逛购物网站了，对。因为老师都爱逛购物网站。然后记得就是我讲的要有那个什么地图哈，还有个主题哈。然后你有随身碟的话，你就把你今天答案自己存起来哈。可以擦掉重来吗？你就选那个选取工具，去点你画错地方按 delete。你看小萤幕，你就选选取工具，然后你看你是哪个画错，就是点它，然后把它按 delete， 它就不见了。你要进入工具里面最常用的就是选取工具。你就是每，你就是一直在脑海中浮现那个，就找到它了。然后你不要再把一些视窗关掉，它现在就是在上面，不要再关掉了。
西。老师用到是哪一个？上次画一个动物，这就是动物，然后帮我拍这个拍的。稍后的，然后加个杯子，这样。因为下次要准时。这么早？对，我都起得来。因为我们昨天晚上来，下个月开班。哦，是吗？哎呀，你家住哪里？是家住的。入境。你选择学校的会所，你要怎么把它叫出来？就是交作业的那个画面。档案，你先把这个眼睛开一下。这个吗？这个。把它。然后档案，你先要交作业。对。会所。可是它不是有两个重叠吗？那你要把这个做好这样，因为刚才这个盖在他的楼上，所以你看不到楼下，然后刚刚把楼上抓到最下面，所以我才可以看到刚才画的这个，就是盖。
是要怎么让它那个线变粗啊？你选那个，先选好了啊。